确实演过，就是演的比较边缘而已。啊，没撒谎，对，没撒谎，就梦里吧。我最近我还演了一个戏，叫《壮士出征》。壮士出征。壮士出征是一武打片，还挺火的这部戏播的。那本子写的真好。但是的那之前我没拍过武打戏。因为我傻。因为每次去见一个武打戏的导演，我坐着，然后那导演说，哎，曹操，你这照片不错啊，那个演过不少戏，会不会打，会不会武打？那之前我说不会。但是这一次这个导演问我，哎，曹操，你这照片不错，你演过武打戏吗？不，他没，他说你武打怎么样，打得怎么样。我说，哎，导演，实话实说，非常好。但是导演相信您了。相信了。所以我接了这个戏了，接了这武打片。对啊，然后反而到拍武打那段已经拍了很多期，就是别的了，没法换人了。换人了，你看你真打，暴露了也没关系了，是吧？我打的太好了。武打那个导演，哎呦，太棒了！因为你想，我这个人一丁点不会，对吧？我他说错了，这样那样，特差。但是剪出来了，哎呦，棒极了，是吧？就剪出来，谢谢武大老师。剪出来感觉你还真像那回事儿。对，因为你想，比如说。我是跟那个英雄打，对吧？然后刚什么把他打败了，对吧？机器就在这儿，对吧？我是站在就站这么高，对吧？我站上面，我站在一个小钉子上，对吧？然后我说，妈，身受伤，地狱剑吧，对吧？那是在最后。看的镜头，对吧？那怎么着拍了40条？但是现在就是下一个武打戏问我，对吧？你拍过吗？拍过。壮士出征。原来演艺圈就是这么忽悠出来的。可是我知道你现在是片约不断，但是一开始试戏的时候还要去跟导演见面，还要试镜。就这么一试戏，就是我大概有4个月。没工作，就快5个月了，我都吓死了。有一个戏没用我，因为我年龄太大；有一个戏没用我，因为我年龄太小；有一个戏没用我，因为你年龄不大不小，也因为我以为我那关系挺铁的，实际上没那么铁，就是等等很多各种原因。所以，突然来了一天，正好我是在我朋友的婚礼。我喝醉了，醉得一塌糊涂，突然来了一电话，哎，你好，你是曹操吗？这是曹操，是。哎，你好，我们这儿有一剧组啊，你今天能来吗？今天。说今天开会。开会。去不了。舌头都大了，开会。他们说，哎呦，那你如果不来呢，我们大概就用不了你，因为导演只有这一天在。我说等一会儿，我看能不能调一下时间。马上让他散会是吧？对哈。打电话。可以了，我那会我挪到明天了。脸不变色，心不跳。真会忽悠哈。导演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
他们就喜欢人一进来一进门就你能看得出来，就他说哎呦就是他就是他，他就完全对。所以我去见一个导演的时候，我先问这是什么角色啊，那样的话我就打扮成那个角色的样。这一次我问副导演，哎，我说这角色什么角色，他说哦，这是一个远古野人。你这服装不好找、啊、不好找。我停半天想想，你媳妇那皮大衣危险。你是说就是那种什么好几万年前的那种身上全是毛的那种人吗？他说对呀、啊、就是。说哦 OK。五个月没接戏了，什么都得演。对啊，所以就是真的到得下决心了，对吧？我喝多了，所以也因为喝多了也比较就自信，所以我就进去我说哎，是导演，然后导演是导演在这儿呢啊，然后还有很多演员30多个，也就在那屋子里头。为了竞争一个野人，30多个人都来了是吗？啊！哎呦天哪！而且就是也试戏的时候都看。哦。然后导演说：“那个，哎，那曹操你准备好了？”我说：“等着。”出门了。特。吐两口唾沫。地上的土。来来来。头发乱就破特，把衣服全部都脱光了。进来30多个人，说行，来吧，曹操准备好了。当时导演怎么说的？当时导演说：“行，开始吧。”然后演了。演完了，没人说话，大家都特安静。最后导演，你拍过那个战争戏吗？拍过，我是演一个美国间谍，有另外一个间谍，然后我爱他的女朋友，然后他生气是说，反正所以三角恋，他来杀我，对吧？这个镜头是我是躺在床上。然后这哥们儿他拿一个什么 M16，嚯，啊，然后他就，嘣，一枪炸我，但是我太快，我啪拿着一枪闪开了。不是你说这么热闹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得这样，先啊把那种喷火器在 M16里头，对吧？然后再。床上所有的炸点都摆好了，一个一个炸点，什么就七八个算连上的，对，一个的，然后有一个烟火师傅他就从这儿、那个、对，一个一个开。问题在哪儿？我得先躺在床上，对吧？很害怕。怎么说呢？正好在比较关键的地方，他正好屁股底下有一炸点。知道吧？就屁股再往下一点。所以我跟那师傅我说，哎，那师傅，你可得小心。那个师傅，我只要没跳过去，您别开行不行？他说你放心吧，不，他拿着他的那个什么三个手指头的手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是挺专业的，我从来没受过伤，从来没什么你疯的受伤，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，对，我说千万啊，他说你放心，再好了 ，OK， 行，曹操好了，然后开始，那哥们儿。跑进去了，嘣，嘣嘣嘣嘣嘣，扎点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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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跳下去了，满屁股都是血，真的啊！你当时去找那个师傅了吗？我不是说你，你当时应该跟那师傅，能干能还剩仨，但是我觉得拍戏。